别怕，对不起，我们因为贪玩迷失了路，又遇上这么大的雨，想借您这儿躲一躲，可以吧？你们进来。换件衣服，湿衣裳穿在身上会生病。谢谢。老兄，这房子就是你一个人住吗？是。老先生，请问您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谁还在那儿唱歌呀？他并不是人。怎么是鬼吗？不过你们也不必怕，他是不会伤害人的。我陪着他已经快20年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中间一定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了。老先生，你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啊？你们看，在这桃林的下面有一座双坟。
狼牙花开有机会，春天里来百花红，红狼住西边结竹笃，东西相去啊。哎，阿林，你也不必想情郎了，我们这儿有四个情郎，你随便挑一个好了。这几个混蛋为什么老盯着我？你说你们走不走？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阿林呐，关大哥的话不错，你看我们四个人的长相，哪一个不比你死了的丈夫强啊？对呀，阿林呐，现在是民国了，守活寡那是白给呀，贞节牌坊也轮不到你的头上了呀。站住！这儿来！阿林，你看，扔了沈家大少爷一脸泥，看大少爷能饶你？哎，大少爷，你就赏他一枪！大少爷，对不起你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哎，阿林，对不起就完了吗？你看把大少爷脸上弄得这样，还不赶快请大少爷回去洗把脸。哦，对了，大少爷，请您到我们家去洗把脸吧。对了，大少爷跟他去啊，你便宜了他。您再说。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我跟你去了。人倒真会淘气啊，他们才坏呢。什么事啊？阿林，你又跟谁淘气来了？没什么，妈，沈家大少爷来了。哪个沈家大少爷呀？喏，就城里来的别墅里面的大少爷。哦，虎少爷来了，好极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妈看不见，请你原谅点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啊，吴少爷，请坐，请坐。我倒忘了，吴少爷，你大概忘了。哦。吴少爷，你七八岁的时候常到我家来玩，可惜现在我眼睛瞎了，也看不见。你是什么样了？哦，大少爷，你洗脸吧。好的。哦，我自个儿来吧。嗯，你们家里还有喜事吗？怎么手巾上印着双喜呀？哎，虎少爷别提了，也是我家阿林命苦，去年我儿子生病，预备办喜事冲冲喜，想不到常德还是短命的死了。妈，
你又说这些干什么呢？阿林，大少爷来了，我们乡下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你去捉两个鸡给大少爷带回去烧烧吃，你顺便把鸡也给喂喂。好的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不要紧的。大少爷您坐一会儿啊。少爷，我记得你从前最喜欢坐小船，过两天叫阿玲借个小船陪你去游湖，你说好吗？好的好的。大少爷，你看阿玲真没有用，把鸡做得乱飞。你别忙啊，您在哪儿打猎？打来这只老母鸡。别动它。阿香，这个鸡不许你杀，也不许吃，好好的喂它，我要留个永久的纪念。少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今天您这么高兴啊？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会碰见这么漂亮的姑娘。少爷，哪家小姐让您看中了？阿玲姑娘。阿玲，不错，她的确是个美人胎子。怎么，你认识她吗？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算起来她还是少爷的雕绳算长辈儿啊。你怎么早点不告诉我，好让我跟她认认亲呢？少爷要认亲，现在也还不晚啊。阿林姑娘，小表婶。哦，你拿这个擦吧。哦，这太好了。不要紧的，你擦好了。等我带回家去洗洗吧。不，不用了。少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不过我这条手绢不能洗也不能用了，我把它留起来做个永久的纪念，将来拿出来看看就仿佛看见你一样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人真怪。
你完全明白，不是我有意的要提起你的伤心事，不过你有的时候很快乐很天真，可是有的时候又有一种幽怨的样子。阿玲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在想起你的常德呀？不，我并不想他，我并且很恨他，在他活的时候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待，不是打就是骂，要不是我妈待我好，我早就给磨死了。我现在就舍不得我妈，要不然我还活在这世上见什么眼呢？阿玲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，可是我又怕你生气。你说，我不会生气的。真的？那么我说了，假使我是常德，你还是恨我呢还是爱我呢？你说呀。大少爷，你忘了你的身份了。阿丽，你不要这么想，爱情是不分贵贱的。阿丽，你知道我爱你爱极了。
去，这件事情还谈不到呢。吴先生，我看您也不必推辞，我们佘小姐是社会上的交际名花，跟您不正是一对吗？瞧你这个油嘴。大家请跳舞，请跳舞。你跟我说一声，今天他约好我到西山看红叶去。哦，是。喂。喂，是劳工管吗？我姓关的。
公局一二七五。小姐，你刚进去的时候，班少爷已经来过电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今天西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话没问清楚，他啪的把电话挂了。真混蛋。对了，关少爷就是少爷脾气可太重了，刚才我还听到王二说呢，他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了，他陪着一位。陪到谁？小姐，我看你还是不问的好。到底陪着谁？反正是一位漂亮的小姐，王二说以为那位漂亮的小姐就是您呢。哼，关少爷现在实在有点变了。哎，我真不明白小姐为什么老想不开，凭小姐的人才地位要多少男朋友没有，何必一定要喜欢他呢？哼，他不能去，难道我自个儿就不能去吗？你叫汽车夫预备，我自个儿去。是小姐。明丽，明丽。哦，是关少爷，您来了晚一步了，我们小姐刚出去的。啊，到哪儿去了？看样不是上北海就是上西山，你要是飞去的话还来得及呢。小姐是一个人出去的吗？不，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大少爷。哦，我们不认识的。关先生没陪您一块来吗？好，请您别提他。沈先生，你也到西山去玩了吗？是的。还有朋友没有？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样说，我们倒可以结伴出玩了。当然奉陪，当然奉陪了。
片山的红叶够多么的美丽呀、啊！对了，我记得从前古人也曾经把红叶比作一个美人的香家，可是像明丽小姐这样的艳丽，那简直要使这满山的红叶都要相顾失色了。沈先生，您真会说笑话。关键的陪您来了，也跟这只小鸟差不多。我不许你提了，你为什么偏不听？你再提了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靠我闺女就是。高兴啊！关先生，我们久违了，请坐。站住！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？明丽，你怎么了？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？跟你这种没有信义的人有什么理可讲？明丽，我找你连跑了七八个钟头，连腿都跑酸了。一见面就给我钉子碰，我什么时候得罪你？活该。哎，好了，二位别生气，你们这么要好的朋友，不要因为点小事情而闹了起来，有话慢慢谈吧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慢着，我们一块来，我们一块走。哎哎，明丽，请你让我解释解释，你家的底下人实在是太坏了。我家的底下人也不吃你的饭，你管不着。我们走吧。官爷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再见。哎，先生，请你提水杯子呀。你干嘛跟关先生发这么大脾气？你别管他。沈先生，我倒很愿意跟你一块玩，你人倒很好的。这是您看得起了。明丽小姐，您以后假使有什么差遣的话，一个电话我准到。谢谢您。
你看，这是我二姐从德国寄来的化妆照片。她打扮一个瑜伽的女儿，多么有意思！你看，她光着这双脚。你拿这擦吧。不，这太好了。不要紧的，你擦好了。等我带回家去洗洗吧。哦，不用了。你怎么了？你爱他吗？是。哦，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你是多情的才子呢。明明，你误会了，你吃醋也应该吃得有点分寸的。哼，你别以为我是呆子，我们结婚快半年了，前几个月跟最近的情形比较起来，差多少你自己会不知道吗？得了，犯得着为这点小事而起这么大的醋劲儿吗？再说这张照片上又是你的亲姐姐。哼，我姐姐，你不是一样可以见一个爱一个吗？说不定你在外边认识的狐狸精里就一个像我姐姐的。明明，你别再吃醋了好不好？这真是打哪说起的事呢？你少胡说，你说我吃醋一连三次了，你以为拿这话就可以压倒我吗？真是给脸不要脸。是的，我爱他，他是我的心上人，好心肝，好宝贝儿。怎么叫做不要脸？我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？今天你要是交不出，我就不饶你。好小姐，是我不要脸好吧？不行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凭据，我们到爸爸那里讲理去。你让开。我不嘛。你让开不让开，你让开不让开。好了小姐，你要是还没打够的话，叫我钦差来替你打好不好？哎，我叫你生气当然是我不好，可是夫妇之间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的事情而就起了疑心，这样会妨害我们的爱情的。不是我疑心，实在是你近来常常神魂颠倒，叫我难过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她要的是什么？她只要男人一片真心，她可以牺牲一切去换取男人的真心。你想只能出这样的代价，结果一点真心得不着，就是毫无知识的女人，她能不伤心能不难过吗？毫无知识的女人。你这人又怎么了？哎，
情已经办好了，我明天带他到西山别墅来见你。很好，你很能办事，大人抬举。难过，我们今天能够再见面是应该高兴的呀。阿玲，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？我好，阿玲，别哭了，你快说呀。大少爷，我真想不到我还能再见着你。大少爷，这一年多你好吗？我好，阿玲，你呢？只要少爷好，我就是多吃一点苦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这一次来本来想把那个可怜的孩子送给你，因为这是沈家的孤雪。怎么，你有了孩子？是的，少爷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在你走后几个月，我的肚子就起了变化，起先还瞒得住人，后来渐渐瞒不住了，他们要把我活埋。幸亏阿祥知道了来报信，我才逃了出来，后来孩子就养下来了。我带了他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，谁想到他经不起风霜，在路上一病就死了。那么你来了，为什么不马上来找我呢？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到能见着你一面就好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敢在人家面前问起过你，一问就好像人家会知道我们的情分似的。想不到我们到底是见了面。少爷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一天不再想念着你。阿玲，你对我的一片真情我非常的感激。你今天见了我，心里有没有打算跟我要点什么呀？什么都不要，难得你对我的心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好，凭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知道我命苦享不得福的，所以我也不敢想什么意外的好处。可是阿林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很为难，我的心里头真想跟你在一块，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同，我已经娶得亲，是为万耀龙大小姐。我们做官的人一切的行动报纸上都会登出来，我们的情形假使给他们知道了。我也想到这一层的，我知道我不配跟你在一起，不过我心里总止不住想念你，
在世上我只遇见你这一个待我好的人，我能害你吗？不，我绝不肯这么做的。明天我就辞工离开北京好了。阿玲，你能这样了解我，我真太感激你了。我们要好了一场，你的境况又这样为难，好在我现在对钱的方面倒不成问题。不不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姚姐才要钱呢。我从前不肯做姚姐，难道说我现在倒肯做姚姐了吗？你待我一片好心，我已经感激了。我自个儿能做工混饭吃，我用不着钱。可是你手里没钱，怎么能上路呢？不要紧的，我这次逃了出来，把胆子也练大了，什么地方我都敢去。我既然能来，当然也敢走了。不过你手上总该带点钱才好啊。手上的零用钱我倒有。好，阿玲，请你让我说完了你再说好吗？你说吧。我的意思，你在北京不大方便，到别的地方也很为难。我想拿点钱出来替你存在银行里，不管天津也好，故乡也好，假使你喜欢的话，给你买所房子，另外再找个人照应你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不，谢谢你。阿林，你就这样看不起我？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吗？不会的。那么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给你的钱呢？我觉得钱对于我毫无用处，我命里注定是好不了。我常常心里想，能伺候你一辈子就好了，可是我们的身份又不合，就是勉强在一块，对于你反而不利。只要你忘不了我，我就够了。不不，我决定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不不妥，不妥。大少爷，我走了。阿玲，阿玲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你既然不肯接受我的帮助，你又肯体谅我的困难，那我只好让你走了。可是你会不会恨我对你太狠心了呢？不，少爷，我绝不会恨你的。再见。不行不行啊，
坐务车工是满座扫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回去呢？沈先生今年不比去年了，困令甚严，回去晚了就不容易交代了。哦，我劝大家别拦沈先生了吧。我知道他回家晚了，他太太要罚他站门口的。站门口还算是轻的呢，说不定还要罚跪呢。不过我觉得胖老婆是有福气的，沈先生您说对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这么说，我不走就是了。哎，这才对了。秘书，我是沈红先生老胖的，哎，你们请靠我吧。玩弄自己的东西，总长，并不是我敢欺负领案，这不过是夫妇之间的一点小冲突。胡说，这还算是小冲突吗？在大庭广众之间叫我女儿丢脸，把我的脸也丢尽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爸爸，今天无论如何给我出气，可不能轻饶他。哼，不轻饶我，不轻饶我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离婚。我跟你离婚，你给我滚蛋！离婚？好极了，离婚就离婚。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这两年来，我的牺牲，我的忍受，我已经受够了。我看够了你这小姐的颜色，受够了你们这帮大人先生们的气。我错了，我认为我最得意的事，这就是我最失败的事。我觉悟了，我要去追寻，追寻我的真爱，哪怕
他骗了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去寻找，寻找我的阿林。沈红，沈大人吗？是，是的。有什么事吗？奉我们大帅的命令，请您过去见一见。贵大帅是谁？可以让我知道吗？请您用不着多问，见了面自然会知道的。来了，是，替沈大人把衣裳换上。是。沈红先生，别来无恙吧。啊，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明丽小姐好吗？哼，冤家路窄，想不到又碰到了你。现在既然落到你的手里，你也用不着假客套，那不是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吗？你倒很知趣。可是你既然知道冤家会有路窄的一天，为什么你要把我当冤家看？你既然把我当冤家看待，那我也只好不客气的把你当冤家看。来，把他关起来。啊，
剑握住。太太们都起来了吗？十二位太太都没有起来呢。去吧。是。来了，请他到我这儿来。怎么了？我求求大人，放一个人。放谁？就是昨天晚上捉的那个姓沈的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表哥。他是我的仇人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无论如何，我要求大人放了他，要不然的话，我阿林也不要命了，跟大人拼了。我答应，可是你要我怎么放？请大人派人送他上火车，放他到上海去。好，你叫人进来。谢谢大人。有什么吩咐？昨天捉来的沈红，把他放回上海，派你们两个人马上送他上火车。答。你看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吧？哎，大帅的脸色有点不对，我看阿林在旁边也有点奇怪，我们去看看你。别让大帅受了伤，我们还用软功骗他。现在九点一刻，等一个半钟头我们再进去。上火车，火车开走了。哦，谢
精神都真放了吗？宝宝大帅，我们逛之做主，因为看你阿玲好像是持枪腰下，所以我们没敢真放。好极了，带他进来。到。艾琳，你怎么也会在这儿啊？混蛋，差点让你放走了我的仇人，我要当你的面打死他。来，你们让开。20年来，只要是在月白风清的时候，总看见我们的小主人跟林姑娘在这桃树林的下面唱歌。他们在活的时候得不着快乐，死后倒自在。这真是一段奇美的故事，不过我倒怀疑了，人世间真有灵魂之说吗？在20世纪科学昌明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不会相信有灵魂之说。不过天地间至情不死，这也是情不死的一种表现吧。嗯，